哎，大家好，我哋富贵集团咧就喺呢个月咧啊八号开始，我哋将会有做呢个一个活动，就系派出50,000份嘅干粮到马来西亚各地啊，俾分发俾呢啲需要帮助嘅三大民族。所以喺呢个阶段，我哋大家都好了解呢个疫情，大家都好唔容易啊，有啲冇生意做，甚至冇工作，所以大家唔好啊有一种牵连，唔好放弃。因為呢個疫情一定會過的，最重要我們要堅持，堅持這個東西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冇柴燒，所以當這個疫情過了之後，未來的春天也會到的了。所以在這個階段，如果你們需要幫手，需要什麼困難，讓我們知道，我們盡我們可能幫你，多謝你們。